大家好，是好。想必你是一只蝙蝠对吧？是。你的面具感觉戴了好像没有戴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嘴巴的轮廓特别明显，感觉好像你就是长这样子，就是下半部都没有遮的，然后上面感觉就是好像就是长这样子。嗯，因为你一直笑眯眯嘛，对，和善的蝙蝠。蝙蝠，请你摘下面具，究竟有没有长得一样呢？对，你一直想看他长什么样。果然真的长一样啊，真的长一样啊！他连蝙蝠的那个纹这边，他笑起来都有这个蝙蝠纹吗？对，蝙蝠纹。